今天我们陶先生满到笑影，我也满到笑影啊。但是今天我们讲的题材可不是让我们高兴的题材。那么就是香港现在好像我们不用讨论一国两制了，我们就讨论一国一制吧。对对对。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5月21号。因为呢，中国呢就是这个两会啊啊，就正式提出。啊，就把这个中国国家安全法通过基本法的附件三啊全面引进香港啊，不经什么香港立法会啊来立法啊。那么然后这个两会的发言人呢啊就说，这个将来这个国家安全的机构会设一个啊这个所谓的这种办公厅之类啊，这个国家安全部门会设一个机构在香港处理这个国家安全法的这个事宜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你立法会立法，你临阵没有用啊。这个梁振英也耽误了啊，这个5年啊，林郑在那白吃白喝，领高薪50万啊港币一个月，也不给我做工作。现在我要跟美国啊，还要见真章了。眼看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你这个香港啊这帮人呢、啊、还在这个各个星期在闹啊，我不管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来个鱼死网破啊，在香港啊就把这个直接把这个中国国内的国家安全法啊就引进啊。当然他说这是个香港版，那么具体是怎么引进呢啊，这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大概到星期一啊、嗯、啊就会有进一步的宣布。然后据说是在未来的这个最多是2个月，把这个国家安全法再还原成一个香港的法律。然后呢现在有很多地方弄不懂，再由国家安全部门驻香港的机构来处理。这什么叫处理呢、嗯、啊，是不是就是给予这个名单，我要抓某某、嗯、啊，要抓的时候是这个机构的办工作人员作为锦衣卫亲自出马把他抓捕归案，还是通过香港特区警方去抓人？如果香港特区警方不敢抓，因为现在老美已经把大光灯照到这边来了，香港特区如果有警员，那个时候怕被美国制裁，临阵退出，是不是要国安的在香港的机构临时从深圳招揽几个啊警员，穿上香港警察的制服在香港给我抓啊？但是这个对我们香港人来说分别不大，抓了以后肯定就是这样把他运回深圳以北国内去审讯，然后呢在那边审那边判。现在看来是啊这么样的趋势啊。那抓什么人呢？现在初步啊这个消息啊有4大领域。第一，颠覆国家；第二，分裂国土；第三，恐怖主义；第四，最关键的等一下我要谈谈，就是说与外国政府或组织有联系或者收受金钱啊，来进行刚才所说的3项的活动。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怎么样去具体去处理呢，现在还不是太清晰。抱歉，我没听明白。抱歉啊。第一呢是颠覆是吧？颠覆国家。第二呢？颠覆国家。第一，颠覆国家。第二，分裂国土、啊、就是说港独、啊啊、港独。第一就颠覆国家，就反共啊，在公然在香港高喊，比方说结出一党专政，这是颠覆国家。第二就是分裂国土，打出港独的旗帜或者是什么本土自觉。第三，恐怖主义啊，这个很清晰了 啊包括这几个星期 啊在街上示威跟那些警察发生冲突的这些都应律列为恐怖分子。第四，这个实际上没这么定的，实际上没有人把街上抗议的人家恐怖分子啊。有啊，警察就说过啊，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局长
李家超就说过这些人是恐怖分子啊。啊，好了，因为说他们袭击警察嘛，啊，但是我们这香港人眼中这都是小儿科。好了，第四就是与外国政府与组织有联系或者收受金钱，这个第四个领域，在香港比较麻烦啊，当然现在呢，最重要的是是不是国家安全部门在香港设立机构。如果是现在设立机构一条龙服务，从这个抓人，这个逮捕定罪审判一条龙服务，林郑月娥特区政府丝毫沾不上边，那么这还算不算一国两制高度自治？而且跟香港啊就制定通过了联合国的人权法有没有抵触啊？但这个问题呢眼看我看这个上面啊，最高当局啊是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我现在就是要霸王硬上弓，我不管了啊。那么现在这个审判有没有什么陪审团啦、什么三权什么分裂，这个也全不管。好，现在这个法则又怎么样？如果你把香港这个人带到国内去审判，当然有的罪是可以最高是判处死刑的，或者死缓的，或者终身的，啊，这个就跟香港啊，这个已经通过的这个联合国人权法案呢、完全相抵触，啊，那么现在你这个如果是派人到香港来抓人，啊，这个比当年的去年引起重大争议的这个送中法更厉害十倍，送中法呢还是说，哎，我就提交个名单，由你林郑月娥签署批准，你可以不批准，啊，批准以后，那你去由香港警察逮捕，啊，然后呢就送到国内，还有这个手续，现在没有这个手续，我干脆把人呢派过来，我就抓人，啊，所以这个比送中法还要更厉害十倍。当然，送中法里头的罪啊，就什么贪污、贿赂啊。什么什么诈骗啦、性侵犯啦，啊，就是跟这个什么颠覆分裂国土无关。但问题是，这个国家安全，啊，这个法则，这个第四条，就让在香港数以十万计的外国人，包括美国总商会、澳洲商会，啊，这个澳洲还没表态，现在的这个欧盟、英国、加拿大、澳洲三国外长，再加上美国国务卿庞贝奥已经发表措辞相当强硬的声明了，啊，所以我看又一场特大的风波就在眼前。今天就是星期五，5月22号，香港的恒生指数大跌1400点，这就是市场对这个东西的反应。当然香港的什么梁振英啊、亲中爱国说这个是好事啊，香港一致欢迎啊，这个保障国家安全这是不可触犯的底线，但是好像股票市场的看法相当负面，毫无正能量可言，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分析一下。 OK， 您分析，但是我首先还想请您解释一下这四大领域啊怎么去确定，怎么去理解。这个怎么决定？你是过来人，你比我清楚啊。怎么决定？怎么理解？那不是纯粹是这个，这个中共说了算吗？对不对？啊，什么颠覆啦、分裂啦，什么？好了，问题是，你这个四大领域是绝不可能在香港制定法律，在香港执行的。我举个例来说。去年这个反送中这个大游行，100万人、200万人，在得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就是批准之下，我们发现有一些年轻人打着美国的国旗在街上走。这种行为在大陆毫无疑问啊，这就是颠覆国家，什么分裂国土，因为你公然打这个美国这个国旗招摇过市，而且你打这个美国旗等于就是这个勾结外国势力，二话不说马上抓，
我看最少十年。如果你胆敢在广州天河发动一万人这么样搞，打这个美国旗，但在香港不行啊。在香港呢，以这个普通法的这个概念，普通法的这个无罪推断也好，普通法的这个罪名的词汇的定义，在香港如果在警方批准的游行里打着任何外国旗帜，这是不触犯香港本地法律的啊，你不能够说加一条说在游行当中不能打外国的旗帜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打着这些旗帜的是美国籍的这华人，也有可能是洋人，而且打着这个旗帜在香港的普通法的这个系统里头并不能够断定他是勾结美国势力，因为一面美国旗深圳制造只不过是一面塑料包塑料布，你不能够证明打旗帜的人是跟外国政府跟组织有任何具体的联系，也不能够说打了这个美国旗香港就一小块领土啊就变成美国人管了，在香港的普通法系统里头这些是罪名不成立的，所以呢非得要绑回去在中国大陆审讯不可。如果是这样啊，那就事态比较严重了 你公然在香港搞一个机构啊，这个比宋中法的那个抗议的期间呢更进一步。我刚才说过，你这个宋中的时候还是要经过个手续，在大陆有关这个公安部门给这个林郑一个名字，由林郑啊去签署，他可以不签署啊，他说，然后再交这个法庭啊去批准，这才可以把人啊逮借到这个北京或者是大陆。但是在这个宋中法的期间，各国的领事馆，当然包括美国，美国商会强烈抗议，说你这样会变成欠大人权啊，你这个国家安全法也一样，因为我刚才说这个第四领域跟外国政府跟组织有联系，香港不是福建的泉州或者是这个漳州或者是啊广东的汕头，香港有很多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的这种商人，他们的商人在这里住也成立商会，比方讲有个美国商会，美国商会里头有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啊，比方讲这个微软啊，或者个 Citibank 微软住在香港有分公司，然后在香港有一个业务代表，这个比方讲我是纯粹举例啊，美国的这个微软这个公司在香港的代表，他会常常找香港一些政党的人士或者是议员见面，或者是找新闻界的总编辑见面，有时候就了解一下你怎么看在这个瘟疫过后啊，中国对于香港有什么政策呢，香港的经济前途又怎么样啦？啊，比方讲你怎么说，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交恶以后啊，贸易战以后香港的作用呢，他是以美国商会比方讲微软在香港这个分公司代表的身份跟香港的一个议员或者新闻工作者来谈话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国安部门在香港的机构查出这个美国代表同时也是共和党党员，而且他在佛罗里达州或者是纽约州跟卢比奥很熟，不止他这个公司比方讲微软啊，也曾经赞助这个共和党在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竞选，那么这个在香港的这个美国公司的代表在中国眼中就不纯粹是一个商人，对不对啊？大家看这个视频的从中国大陆翻墙来看的或者是国外的，你看都同意这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啊，它是一个标准啊。好了，从前是一直没事，现在有的是国家安全法，对不起，这个你跟这位史密斯先生啊，是不是在这个2020年3月16号啊，在一个美国餐厅啊那见见面啊？哎呀，你怎么知道？
我们当然知道了，对不对？啊，哎，你看看这个手机里头这个照片，啊，是不是你呀？哎，是啊，你怎么照了？拍了？谁拍的？哎呀，哎，这个你就别问了。有人在那天看到你跟这个美国洋人在这吃饭，你跟他谈的什么？我没跟他谈什么啊。他是美国微软公司，在这个微软公司在香港的一个代表。哦哦，根据我们的资料，他还是共和党议员啊，共和党的这个党员啊，他是卢比奥的啊，佛罗里达州大学的校友啊，啊，他常常来往美港两地之间呢、啊，而且他的这个微软的公司还捐过钱给这个美国民主基金呢、啊。美国民主基金把这个钱拿了就交给这个黄之锋啊，你跟他谈什么，对不对？哦，这个算不算跟外国的组织有来往？在中国的眼中，这种什么商人肯定是中央情报局，对不对？这是其中一个例子。今天中国的敌人不只是美国，还有澳洲，还有加拿大，还有现在这个英国啊，准备向这个美国靠拢的了，整个欧盟28国，香港这些国家的外国商人商会组织都有代表在香港，还有香港有一家外国记者协会，外国记者协会有会员，比方讲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金融时报的记者想找香港的一个大财团，地产财团呢、啊，这个公关经理来谈谈话啊，你怎么看这个瘟疫之后香港地产的走势？这个金融时报记者同时也是外国记者俱乐部这个西方组织的会员，你敢不敢见他？我今天陶杰给你打保票啊，你没事，你是爱国爱港的啊。我们这个国家安全法专门是对付黎智英、黄之锋这个。跟你没关系，哎，你敢不敢相信？你会相信吗？啊，我相信，我陶杰一定相信。但是这些商人胆子很小，他不敢，啊，就是会有一种恐惧弥漫在香港的空气。在香港，商人是胆子最小的，黄志峰胆子最大，啊，你看在大陆民企的老板胆子最小，钱越多胆子越小。钱越小越少胆子越大、啊、不然什么叫刁民呢，对不对？士农工商啊，都是良民，下面刁民就是没钱的穷光蛋啊，就跟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些就是刁民，对不对？所以有钱的现在肯定不敢了、啊、那么还有你去见这些香港商人跟议员的外国人，他也有罪，因为他涉嫌教唆或者是怂恿啊，比如讲他见了我陶杰啊，或者是见了这个某某公司的代表啊，问了一下香港的经济情况怎么，然后就哎下个星期天这个泛民呢、啊、就有人还要这个组织什么大游行，你们公司老板怎么看法呢？哦，我们公司老板比较同情。那你去不去呢？我现在还比较犹豫。哎，应该去啊，在我们美国，我读大学的时候都常常参加这个反越战示威游行，这个反对这个尼克松啊，啊，哎，好好好，这样的话，我听了他的话我就去了，或者我没听的话，我反正早晚怎么样都会去。那以后这个洋人就会怂恿教唆。啊，这个颠覆国家罪嫌啊，那你可以说这个代表，我是我陶杰，你嘴巴不要乱说就行。哎，这个他要跟你约谈，而且有个汽车在外面等着，香港不是太方便，我们这个汽车招待啊，经过这个港珠澳大桥到国内去，我们好好谈2-3天，到那个时候竹筒子倒倒斗啊，全都一把都杀出来。你我看你不止啊，就攻出一个还要多咬几个啊，对不对？所以呢
这种疑类或疑虑，或者是这个恐惧啊，或者是这种啊警惕啊，会弥漫在香港的空气里。所以，美国商会在香港今天就问林郑月娥，说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庞贝奥跟英国、加拿大、澳洲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所以这个事情今天1400点，我估计下星期香港的股票还会下跌，没有人敢在趁低的时候吸纳啊。这个事情会比这个送中法更严重十倍，所以香港很多人搞不懂，既然这个送中法由林郑月娥自己搞起来，100万人200万人，而且引起西方的这么大的关注，最后你都逼着林郑月娥把这个撤了，为什么现在你又把一个强力十倍的炸弹在香港引爆？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美中之间要摊牌了，中国进入战争心态啊。所以呢，一旦战争，对不起，实际上就是把一国两制给冻结了啊，至少是暂时，直到中国战胜美帝国主义为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香港身为中国人都应该坚决拥护啊这个国家安全法引进香港，击退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猖狂进攻啊，要有底线思维，对不对？嗯，那在香港我们知道在6-7万人中间有上百万是外籍吧，他们是不是、啊对如果连同这个加拿大移民回来的香港华人、美国华人、英国这个有这个居民权的会有上百万。上百万就是那就是有1/7。凭啥这些人吧，我认识很多，其实他们分不清楚，你说他是加拿大人吧，他不是，他是我香港人，对吧、那你未来如果抓了他以后发现他是香港人啊，发现他是加拿大国籍，那你不是整天抓一批外国人吗？那桂明海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对呀、那个加拿大那两个，加拿大那个所谓的间谍、还是加拿大白人呢、还洋人呢、现在底气很充足啊，现在照抓不误啊。所以说何老总您的看法和思想啊，还留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国家中国多少 GDP， 现在多少 GDP，那个时候多少外汇？100亿美元啊！现在多少？3万亿，3万亿美元，我还怕你洋人不洋人？什么加拿大？什么瑞典？啊？什么桂明山还是桂明海？照抓不误啊！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就在这个时候引进啊！当然这个具体怎么样，我们未来这一两个星期就知道。但是应该这个在香港设一个机构啊，全天候。工作也不是配合林郑，而是凌驾于林郑月娥这个班子之上来做国家认为应当做的事。那就是四大机构啊，就是中联办啊、外交这个台派民专属，然后驻港部队，再加一个国安。你在这个国安如果它是个执法机构，人民就要非常庞大，对不对？如果只是个监督机构，那么只有几个人、几十人、几百人，那要监督一个700万人的城市，几百人不够啊？当然不够啊！我看至少要5000。你平时呢也不只是监督，对不对？也要注意香港的一些人呢，他这个生活的动向，他平时这个到哪吃饭，见些什么人，去买机票，到了这个机场到哪去？是不是要盯梢啊？这个某某某某重点嫌疑分子啊，这个要盯这个人啊，要拿点经费，一个盯一个够不够啊？这个人很狡猾，我们一定要用3个人来跟一个人，将来这个机构就越来越庞大。我估计啊，开头这个中共或者是林郑就说：“哎呀，这个其实是不会干扰香港人的日常生活，或者是绝对不会针对商界，但是你开的一个办公室搬来2张桌子，
桌子上切五龙井茶啊，然后这个弄两张沙发，机构自然会一天比一天膨胀，这个人员会调配一天比一天多，而且都是来香港啊。如果我这个是山西什么太原，这个公安厅，一想到有这个美差可以调到香港，好，或者是什么河南什么地方的国宝，我一定报名啊，上前线保护国家安全，就在香港这个最艰苦的地方，对敌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啊，我就要带头报名啊，这个无论形势多复杂，坚决为国家完成任务啊。这个机构我是2000人都已经算少的了啊，因为香港很多这种暗藏的反华反共港独分子啊，对不对？越来越多。现在香港的一般民众反应怎么样？除了股市的反应以外，因为现在香港的媒体也是基本被中共控制了嘛，也没有几家真正的媒体了嘛。嗯，我们一般在香港的民意在哪里看哪些？看他们的。今天呢，今天主要是股市。嗯，今天市面很平静。嗯，我出去就转了一下啊，就孙悟空啊，就腾云驾雾看看啊，回来报告唐三藏。今天市面啊比较平静啊，没有发现什么敌情啊，各个这个脸上面如死灰。今天这个林郑带领一边那个班子出来说要坚决配合中央搞好这个事情，那个脸呢，那个五官表情啊，就像死了亲爹一样啊，这个脸色比较消极，这个呢引起香港人民群众窃窃私语啊，就是质疑你林郑啊是不是不太情愿。确实也是因为这样搞，在这个人大有关方面的发言对林郑很不客气，尤其是通过梁振英这个政协副主席更公开指出，由于特区政府长期未能立法23条啊，未能照顾国家基本的安全利益啊，由于现在这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尖锐，所以只有国家出手。言下之意就是领每个月领工资50万整香港港币大元的林郑月娥懒政怠政，没有做好国家交付给他的任务。国家本来不想干这种事，但是董建华没干成，曾荫权没干，梁振英嘴巴上说干，但是在动作上丝毫风纹不动。林郑月娥更是公开说不干，他说要先营造一个什么更好的社会环境啊，所以现在干脆把你甩开啊，把你林郑给甩开，脚甩开，一脚踢开，我来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已经是进入准战争状态。好。